们大家呢猜看看，我一天到底要开多少次 ChatGPT？ 答案是超过20次。这些呢还不包含 Gemini 还有 Claude 哦。那桌面呢开那么多视窗真的很烦，但是呢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秘密武器，让我的工作效率暴增3倍，就是这一只滑鼠。没有想到吧？但是我真的吓到这小小一只滑鼠呢，里面超多快捷键，而且呢还可以自定多步骤指令，一键就可以打开各种 AI， 或者是设定成你常用的指定资料夹。总之呢，就是只要是你可以想得到的电脑指令组合，它就可以设成快捷键。像我桌上呢，原本是放滑鼠还有 MacBook， 那这个 MacBook 呢，我主要就是用这个轨迹板，因为我觉得轨迹板真的是 Mac 的灵魂。结果前阵子啊，我换了 Logitech 罗技的这一支 MX Master 4之后呢，现在真的可以完全不用轨迹板，这一支 Master 4就可以抵掉平常的滑鼠跟轨迹板的组合。那这支滑鼠到底特别在哪边呢？首先呢，我想要讲到让我最惊艳的 Action Screen 功能。这个功能真的超聪明的，就在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呢，轻按现在就会跳出一个圆形的选单，它可以设定超过8个自定快捷功能，而且操作超流畅。平常只要按住拇指不放，然后移到你想要的功能放开，它就会执行，超级直觉，而且同时还有震动回馈，反正就是很灵动的感觉。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8个快捷键分别设成什么功能吧。首先第一个呢，我把它设成 AI 的资料夹，看到它下面呢，现在有4个选项，前面这4个呢是我很常用到的 AI， 分别是 ChatGPT、Gemini、Manus 还有 Claude， 你可以分别开启视窗。但是第5个呢最夸张，这个呢我把它设成了多项动作的功能，它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执行超级多的步骤，所以我按下去之后，它就会直接开好3个 AI 的 App， 然后排好视窗，是不是超级疯狂的？所以你在设定滑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你最常用到哪些视窗组合，然后再来设定这个多步骤按钮。那如果你再更精简一点的话，它甚至可以执行 Apple Script， 就是设定起来呢，你的工作流程会轻松不少。再来第2个呢，我把它设定成很常用到的资料夹，里面呢包含下载资料夹，还有我的 NAS 资料夹。可以看到在设定滑鼠的时候，其实有非常多选项可以选择。再来第3格，我是设定成开新的 Safari 视窗，因为我自己平常工作超级需要多视窗的。那剩下的按键呢，我也是设定成我自己很常用到的一些功能。然后呢，看到这每一格，它进去都可以扩充再放9个快捷键，所以总共最多可以放72个快捷键，真的是发疯就真的用不完啊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支滑鼠其他的快捷键那我很自豪的另外2个快捷键呢，就是下面的这2个，我一个设成部分截图，然后另外一个设成荧幕录影。因为我自己平常不是拍非常多教学影片嘛，所以非常常用到就是部分截图还有荧幕录影的功能。那这2个功能呢，我是用一个 Mac 专用的截图 App 叫做 CleanShot X， 它虽然需要付费，但是我觉得超级划算。那它原本的用法呢，是用键盘的快速键去截图跟录影。那我现在设成滑鼠快捷键之后，超级好用，就是我按一下呢，马上就可以部分截图或是录影。像我做教学影片，超级需要的。然后呢，我也配套把中间的按键改成 ESC， 所以我不想录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取消。再来呢，看到最前面的这个按键，这个按键呢，我把它设定成视窗浏览。那视窗浏览呢，可以按住左右滑动，它就可以切换桌面。然后加上我滚轮的按钮按下去，我也设定成 App 启动台，所以这样子呢，真的可以取代轨迹板。而且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件我觉得超级棒的事情，就是它可以在不同的 App 里面设定不同的快捷键。也就是你今天进到那款 App 之后呢，它上面就会变成 App 里面专用的设定。例如说剪片软体内的 Action Screen， 我就把它设定成全部都是剪片相关的按钮，例如说色温啊、对比，或者是我很喜欢把这2个按键，一个设成剪断，一个设成删除，这样子剪片的效率真的大增。另外呢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Master 4它的形状，就是握起来非常的舒服。像我一天使用电脑超过10个小时啊，手腕或手指都不会累。尤其搭配它全新的触觉回馈，它的震动非常及时，它每个卡点的按钮回馈都很赞，很有互动感的感觉，也比较不容易失误。那跟这个滑鼠相辅相成的就是这个键盘，这个键盘呢是 MX Mechanical Mini。这把键盘呢，我自己选择了精简尺寸的插轴版本，主要是因为我的桌面空间有限，而且我发现我自己也很少用到数字键盘区，所以这样子小小一个完全不占空间，但是该有的功能全部都有。这款插轴手感刚刚好，它就是够安静，但是又有机械键盘的段落感，不会太吵这样子。尤其是平常在办公室或是开会打字的时候，不会很吵，然后吵到别人。我自己非常喜欢它恰到好处的键盘敲击声，就是听起来很疗愈，但是又不会太高调。它这款呢是矮轴设计加上短键程，这样子呢长时间打字手指也不太会累。这点呢对于我这种需要输入大量文字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。还有呢，就是 Mechanical Mini 它的背光系统也很疗愈，它可以设定成6种不同的背光模式。我自己最喜欢对比，亮亮的键盘就是有一种温馨感。还有呢，它也会自动侦测光线。
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下工作的时候呢，这个背光真的帮助很大，就不用再眯着眼睛找按键，而且气氛感十足。在设备切换的部分呢， Easy Switch 功能让 Mechanical Mini 最多可以在三台装置之间无缝切换，就是你按下按键，马上就可以从 MacBook 切到 iPad， 超级方便的。那我自己平常使用这一套键盘跟滑鼠呢，大概是这样子的流程，就是我在制作 YouTube 影片的时候呢， Action Screen 一按，三个 AI 就可以同时开启，这样子要比对答案超级快速。然后在剪片的时候呢，我的左手就可以播放，右边的 Master 4就可以切断啊，然后删除，效率真的超高的。那像是我平常的日常工作，所有的轨迹板手势都可以用滑鼠完成。那使用一个月下来呢，这支 Master 4真的让我的 AI 工作流程完全进化。如果你也是 AI 工具的重度使用者的话，这支滑鼠真的会改变你的工作方式。特别像是我这种内容创作者或是各项专业的工作者，真的这支滑鼠一支就可以抵掉一支滑鼠跟一个轨迹板，效率真的会变好，真的有效率很多。所以呢，推荐大家实际去店里面看看这支 MX Master 4，相信你用过之后也跟我一样回不去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